站住！你跟我走，我园子里正巧多出几株山石榴，给你们装出局吧。谢谢少主。 见我就直说嘛，干嘛要编送花这种理由啊？到时候万一真拿不出来，我怎么交代啊？若是我这儿没有，那整个东篱还是都寻不到了。臭屁王！姬少主可真是好狠，那么娇贵的山石榴，说不要就不要，真是便宜我们招手局了。不过姬少主什么时候这么关心装瓶了？一丛千朵压栏杆，剪碎红绡却作团。蜂鸟舞腰香不尽。原来，陆萧庄帘。挺喜欢的人念诗，竟然这么甜。